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线上的主日崇拜，让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Amen。耶稣是神。
Oh,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很开心，再一次
来到神的面前，来到敬拜他。我们相信今天是我们嘉隐神召会我们中文部第一次上线的来到做这个的主日崇拜。无论任何的环境都 不可以影响我们来到敬拜神，所以我们很感恩，因为我们看见在任何的时间我们的神仍然的掌权。基督徒怎样的来到看这件的事情呢？当我们说新冠肺炎的时候，你和我怎样的看？我们相信万物都互相的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需要刚强壮胆，我们需要靠着上帝的恩典来到度过这一个的难关。在3月18号，当首相宣布在马来西亚，在我们的国家有第一次行动的限制，它不是封国，它只是限制我们一些的活动，免得这个的新冠肺炎继续的蔓延下去。就如首相说，让我们真的乖乖的守在家里哦，让我们都成为一个的好的市民哦。你知道圣经说，凡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当外面的环境冲击我们的时候，你和我有什么的反应呢？我相信当外面的这个的动荡让我们会更加的认识神，当外面的这个的动荡让我们会更加的来到认识自己。所以在外面的这个的动荡的时候，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人哦，认识我们的家人。我们好久没有享受这个的天伦之乐，看见许多的弟兄姐妹在这个的面子书，他们都 post 和家人一起的用餐，他们所做的这个的菜肴，确实的，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哦。所以牧师鼓励大家的就是好好的用这段的时间来到亲近神好好的用这段的时间来到与人来到亲近。更加的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要休息啊。诗篇46篇第十节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偏地上也被尊崇。所以在这两个星期，我们可以多点的祷告，多点的读经，抄写经文，甚至做一些的反思。在这个的反思里头，就来到评估在我们忙碌当中，我们不可能做的，不可能停下来的。无论你是做生意的，无论是你是做学生的，无论你是做家庭主妇的，我们都好像停不到下来。但是今天当我们坐在这边，当今这个两个星期，让我们好好的反省我们上帝在我们生命里头的呼召，上帝在我们生命里头的这个的目标。所以有关于新冠肺炎的时候，其实真的造成很多的恐慌，而这个恐慌包括这个的购物狂就看到这个的在巴萨里头他们纷纷的就抢购这个的粮食，甚至在这个的超市场，我们也看到人潮就好像在过新年这样。而这次的过新年不是华人罢了，更加的有趣的是，马来人、印度人，甚至外劳、巴基斯坦一些，他们也纷纷的去到这个的99来到抢购粮食。我们也看到许多人排队为了要买这个的口罩和洗手液，甚至这个的抢厕所。所以在这个的恐慌症里头，我们常常疑神疑鬼有时我们不断的洗手，有时我们不断的来到消毒当你进家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一直消毒可能怕这个的
续进就带进自己的家中。为什么人会这么的惧怕呢？因为在这个的环境的变化里头，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的不知数。在这个环境的这个的变化里头，我们发现人呢不可以掌握。就算在前线的这个的医生，他们在这个面子书里头，他们也担忧。为什么呢？他们也有自己的父母，也有自己的妻儿，也有他们所关心的。但是为了这个的疫情，他们走上了第一线，来到抢救那些有需要的这个的病人。甚至在这个的疫情当中，也影响到经济有些人口停，手停就口停但在口停的时候，人担心的是什么？我可以供得起这个的房子吗？我可以供得起我的儿女的教育吗？我的可以供得起我将来我需要承担的这些的债务没有？所以这些都会令到人感到惧怕。往往当人感到惧怕的时候，他会怎样呢？他会减低我们的这个的免疫力。当我们惧怕的时候反而会增加到我们很多的忧虑，不好的这个的荷尔蒙甚至你手中所做的有时我们都会觉得都白费。但是圣经讲什么？喜乐的心就是医治的这个的良药。当我们恐惧害怕的时候，它会让我们做错这个的决定当我们恐惧惧怕的时候，我们就胡乱的做。当我们恐惧惧怕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人就逃避，我不理了，死就死吧。但是我们需要基督徒当我们需要做好我们公民的责任，我们是对大众利益有这样的一个的责任。圣经讲我们是光和盐牧师鼓励你们待在这个的家里不要乱的跑你善待你的家人，你善待你的邻舍避免这个的细菌，这个病菌继续的传播。虽然我们与人要保持这个的三尺的距离有时我们在谈保持三尺的距离，但是我们发现虽然人与人之间的这个的生理的距离好像远了，但是却发现什么呢？人与人之间的心理那种的关系却加增了。我们会关心我们的家人你有戴口罩吗？我们会关心我们的家人你在家你是怎样的过你的生活？你煮吗？我们会在担心我们的朋友没有口罩，我们也会担心弟兄姐妹，我们也会为他们祷告。所以做好我们的公民的本分，只要我们常常勤力的洗手当我们去人潮的时候就戴上这个的口罩，而且要学习善待他人不要乱的传播一些不好的消息。而这些的谣言以致会让人更加的惧怕。所以当我们在惧怕的时候，圣经讲什么？你知道在圣经里头我们就看到有一个的人物，当他在出现的时候是摩西死的时候，我们知道摩西是带领以色列人从这个的埃及围炉出这个的红海，脱离这个的被压制的一个的时代。但是因着以色列人的卑劣，他们却死在这个旷野，不得已经济这个的应许之地。当摩西死后，上帝却使用一个的人物，这个是谁呢？就是耶稣呀。当这个耶稣亚记第一章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耶稣亚充满着惧怕，耶稣亚知道他自己不可以承担这么大的一个的责任。所以当上帝临到耶稣亚的面前的时候，上帝确实知道，上帝用了三次来到鼓励他，你当刚强，你当刚强壮胆，我必与你同在。耶稣亚记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九节，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之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你们的地。只要刚强壮胆，大大的壮胆，谨守我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的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的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上帝知道耶稣亚害怕，同样的，在这个的时期，这个非常时期，上帝也知道神的百姓啊，可能有些也会落在这个的惧怕不安的里头。但是上帝用他的话语来到肯定我们，说什么呢？不要怕，神会与我们同在。神对他的百姓说，神对他的儿女说，不要怕，我会与你们同在。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一个以马内利的神，我们无论去到哪里，他都和我们在一起。他告诉耶稣亚，同样的，今天他也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当这个的谣言，当这个的资讯发达的时候，人可以很随意的传这个的信息。的确的，有些的信息是真实的，但是有一些的信息是谣言，是假的。但是这些的信息或许会造成一些人的恐惧和不安。有些的姐妹就告诉牧师说，哎，牧师，这个的信息我只是发给你。但是我们相信说什么，以及我们常常的听人讲，以及我们只是把我们的眼目关注在包装，以及我们把我们的眼目关注在这个的面子书的信息，以及我们把眼目关注在医生所说，不如我们 来到听神怎样的说。 神的话语是这个的有能力的。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七节说，因为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我们相信我们依靠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凡事得胜。在我们里面的是大过在外面的。神的话语说什么？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的话语说什么？他用他的全能命令托住这个的万有的，他洁净人的罪，就坐在至高者的这个的右边。所以在这个非常时期的时候，我们应该什么？我们应该抓住上帝自己的话语，说不要怕，神会与我们同在，不要怕，我必撇下你。我们不要怕，神所降的这个的福并不是加上这个的忧虑的。我们相信我们的神就在坚固我们，我们是他的宝贵的这个的孩子。所以让这段的时间好好的在神的面前来到听他自己的话语，好好的来到安静自己，就好像上帝怎样的和耶稣亚说的，不要怕，我必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无论你去到哪里，我要带领你。我们相信这个的疫情是一场的征战，在这场的征战里头，不是个人的征战，在这场的征战里头，我们要围着国家来到征战，在这场的征战里头，我们要围着我们的教会，围着我们司机，也围着我们的家庭的一个的征战。所以我们要起来而不是一直的好像很忧愁了，但是我们要起来着，拿着上帝给我们的这个的应许，拿着上帝给我们的保障。我不至于惧怕，因为我的神是我的这个的避难所，我不至于惧怕，我要躲在上帝的这个的至高荫庇下。我要不要惧怕？因为神我有神，我就有了这个的保护。
所以不要怕，我必与你同在。第二，不单止我们要听神的话语，我们要成为这个的话语的这个的学生。你知道这个的上帝告诉耶稣亚的时候，哎，不要怕，你有一个的责任，就是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这个的迦南，得到这个的应许之地。我们知道应许之地这个的牛奶与蜜地，那这个果子，那个的土产是特别的丰收的。当我们知道在这个的疫情过后，我们必可以看见上帝的祝福，我们必经历到这个的应许之地，我们必去经历到是什么，我的神的恩典是足够我们使用的。所以我们应该怎样做？哎，在这个的应许里头，上帝说不撇弃这个的耶稣呀，上帝说不撇弃我们，但是上帝要我们什么？谨守上帝的律法，不可以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的去思想。神的话语是非常的宝贵的，神的话语临到的时候我们有信心，神的话语也是我们整个的生命的这个的基础啊。就好像一个人啊，当他听了神的话语，说耶稣曾经说，当人听了话语的时候，就好像一个的聪明的人啊，他是去遵守，他去做的，就好像一个人把他的这个的房屋是建在这个的磐石上，当风吹雨打的时候来的时候，这个的屋子这个房子仍然的坚固。所以我们要遵守啊，当我们遵守的时候，哎，这个是我们生命中的这个的秉行，我们生命中的这个的行为。当我们遵守上帝的律法的时候，哎，别人看到是什么？哎，你在你里面有的这个的善良，在你里面有的这个的爱。所以基督徒在这个非常时期的时候，不单只要听见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怎样说，我们要谨守啊，在我们的行为上，在我们的口中发出这个的智慧的言语，在我们的生命上总要昼夜的思想。就好像诗篇第一篇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不可以离开你的口哦，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我们相信，哎，唯喜爱神的律法，昼夜思想的人，自能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什么是谨守上帝的律法？哦，谨守上帝的律法是说，在你的思想里头，哎，今天哦，在这两个星期，或者在你的人生里头，你是想什么的？是神的话语充满着你呢？哦，还是什么事情充满着你？不从恶人的计谋，在你的思想上，不占罪人的这个的道路，在你的行为里头，哎，你在做什么？当你得空的时候，你在做什么？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你的习惯成为你的这个的习惯。但是他要喜爱神的律法，昼夜的思想，自能变为有福。所以当上帝告诉耶稣亚说，哎，在你的品格里头啊，你要遵守神的自己的律法，在你的品格里头哦，你要思想神的律法，在你的品格里头你要做出神自己的话语，在你的品格里头，主啊，你要让神的这个的话语就成为你生命中的这个的中心哦，你整个的生命都是因着神的话语而活的。人不是单靠食物而活，但是他靠着什么？神的话语而活。所以在这个非常时期的时候，基督徒可以做什么呢？就是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而我们要成为一个懂得去关怀别人的，就好像耶稣在这个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里头，当你看到人受伤的时候，当你看到人惊慌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的呼召，就是为你身边的人祷告，用这个的神的话语，用神的爱常常的鼓励他们，用你的行为来到给人带来这个的盼望。这是基督徒做光做盐的一个的时候啊。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当刚强壮胆，
不至于惧怕，因为什么？神不会撇弃我们。当神说凡事亨通的时候，是什么？他告诉耶稣呀，你可以凡事亨通，这个意思是什么？不是财富的亨通，你可以完成我所托付你的旨意，你可以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这个的迦南美地。当神说凡事亨通的时候，在我们生命里头，不单只是我们得这个的祝福啊，而是什么？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别人的一个的祝福。蛮感谢神哦，没有任何的环境可以影响到我们敬拜神。虽然实体我们不可以一起的聚集，但是在这个时候，在分辨不同的信徒的家，我们可以一起的来到欢迎，我们可以一起的祷告，我们可以一起的来到学习神自己的话语。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上帝，在这时候我们就用一段的时间围着这个的新冠肺炎的疫情来祷告。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掌权的，这个的世界是由他所托住的，他用他的全能命令托住万有。我们相信他的话语有就有，命就一立，他的话语是带着这个的能力的。他是我们的神，他是耶和华拉法。我们就用一段的时间好好的围着这个的疫情来到祷告。哈利路亚。让我们发出这个的呼声，围着我们这片的土地，主，围着我们的家人，围着我们这个的国家，围着那些前线的，主，这个的医护人员，主，我们相信，主，唯有神，主，我们相信神你所说的，当刚强壮胆，主，当刚强壮胆，不要怕，我与你同在，主，以马内利的神是凡事与我们同在的这个的神。神们，谢谢我们赞美你神，哈利路亚。库林达拉圣达拉，库林达拉圣达拉达拉圣达拉达拉，库林达拉圣达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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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林达拉圣达拉达拉圣达拉。弟兄姐妹，让我们两三个人，我们在我们的家中，我们相信哦，我们可以同心合意，举起我们圣洁的手。主，我们相信在我们的家中，主啊，有耶稣成为这个的我们生家庭的主，以致。耶稣呀，主啊，当他走完他的人生的道路的时候，他都说这与我和我的家必定的要来到侍奉耶和华。主啊，耶稣呀，因着上帝自己的话语的应许，主啊，他攻破，他带领以色列的百姓怎样的进入这个的迦南美地，主啊，他成为了一个的战士。神，我们谢谢我们赞美你神，主啊，一样的在我们生命里头，主啊，在这个疫情里头，主啊，我们仍然相信，主啊，我们是为耶稣起来，主啊，就在这个时候，主啊，我们要成为上帝你自己的见证人，主啊，我们要围着主啊我们的家里的人征战，主啊，我们要围着上帝你自己的国征战，主啊，我们要为这个的国家里头征战。主啊，我给我们有这个的勇士的这个的士气，神谢谢你神，神谢谢你神，主啊，这个的勇士的士气就在我们生命里头，主啊，我们相信，主啊，你是得胜的，而且有余，主啊，你是耶和华尼西，主啊，你要得胜这个的瘟疫，主啊，你要得胜一切的这个的病症，主啊，奉耶稣基督名字，主啊，羔羊的宝血就遮盖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主啊，羔羊的宝血，主啊，就遮盖这些的衣服的人员，上帝你怜悯，主啊，你医治这片的土地，主啊，不但是马来西亚，主，我们也祈求你围着其他的国家，上帝你的医治，主啊，当你的百姓当他呼求你的时候，当你的百姓来到听上帝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当你的百姓说，神啊，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罪的神，神啊，我们需要你自己的恩典和怜悯，主啊，我们需要回到上帝你自己的这个的面前，主啊，来到认罪说，神啊，就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主啊，我们看见神，主啊，我们相信，我们也肯定，主啊，你与我们同在。
声们，谢谢你神。主，我们也为这家人神召会我们的众弟兄姐妹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神，没有任何的环境可以拦阻我们敬拜神。主，没有任何的环境，主，让我们更加的来到成长。神，我们相信我们是一间以基督为中心的。主啊，当我们在这个的患难里头，主啊，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和耶稣基督来隔绝。神，神，我们谢谢我们赞美你神，神，我们谢谢我们赞美你神，神啊，谢谢你耶稣基督，让你得着这个的荣耀。主啊，也求你使用你自己的百姓，主啊，让我们在这个的时代，黑暗的时代里头，主啊，传讲上帝你自己的好消息。主啊，当人心惶惶的时候，当我们可以说，主啊，我们有耶稣。主啊，当我们有耶稣的时候，我们不自己去吧，上帝将出人意外的平安给我们，甚至让我们也可以成为你自己的见证人。主啊，归在你面前，为着那些没有信耶稣的祷告。主啊，归在你面前，主啊，将你的爱就传给那些没有信耶稣的。所以我们谢谢，我们赞美你神，我们谢谢，我们赞美，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牧师鼓励大家在这边继续的围着这些的一起来祷告。每我们家人神召会，我们推动在这个的十二点的时候，我们每一天我们都有不同的思想，就传播在这个的知心站。最重要的同心合意，当两三个人同心合一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相信我们的神就在我们的当中。主要当我们举起圣洁的手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永远不会迟到。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知道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的。所以我们谢谢我们要谢谢弟兄姐妹持守这个对神的一个的信靠。在最后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报告虽然我们两个星期我们不可以来到教会敬拜，但是我们仍然的有这个的线上的奉献而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的线上奉献，把我们的十分之一，把我们的宣教信心承诺或者是爱心奉献监堂基金等转账，从晚上转账去到这个 Kajang Assembly of God 这个 Public Bank 的这个的户口3200281129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Amen。 在非常时期的时候，我们相信神是一个供应，神是一个信实的上帝，他不会改变的。他知道他仍然是我们的阿爸天父Amen。 所以当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仍然的相信我们的神是一个信实可靠的。对着你旁边的弟兄姐妹，你的家人你所爱的，我们相信我们所爱的，我们可以抱一下了或者我们可以鼓励，一起的鼓励不是一个人我们不是一个人，我们是一个的大家庭，我们是一组人。不单只是一组人，我们的背后我们有一个至高的上帝，我们有亚威，他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他从来没有离开，他从来都没有离开。一切的瘟疫毒害都会远离我们我们有盼望很多基督徒说我不怕，因为我有神。确实的，我们不怕，因为我有神。Amen.